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六祖坛经里说，直心是道场。这句话所说的直心，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心直口快有什么不同呢？直心是道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其实直心道场，直心是道场这句话虽然在六祖坛经看到，可是呢它原来是从维摩经里出来的。就是维摩经是从印度用梵文翻译成中文，而坛经呢是我们中国唐朝时候禅宗的第六祖慧能大师啊所讲的。他是应用了这句话，叫做直心是道场。那直的意思啊，不是耿直，不是呢笼统的直，不是蛮汉的直，不是无知的直，不是呢心直口快的直，而是呢不用心机，不用啊手段，不啊花言巧语，也不用啊转弯抹角的来说话，而是呢对方需要听什么样的话才是最恰当的，先为对方设想，先知道对方啊他听到了什么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啊对他有利益。所谓利益是啊长远的，是根本的，而不是呢他想吃糖，吃三斤糖四斤糖就给他吃，不是，而是说他需要多少就给他多少的，需要听怎么样的话对他才是最好的，最有帮助的，最有利益的，最能够啊长远来讲啊是非常有用的，那就用这样的话给他讲。这是叫做直心呢。所以道场的意思呢，修道的地方，修道的场所，修道的形式，修道的模式，修道的方式。许多的人认为修道的这个形式啦、模式啦，或者是场所啊，一定是在庙里边，一定是在佛堂里边，一定是呢要规规矩矩的，像我穿的这样子啊，整整齐齐的，还要在啊菩萨面前，在佛前，在烧了香，所谓焚香沐浴，沐浴斋戒，然后呢念经打坐拜忏，或者是呢修行呢种种的法门。其实从维摩经来讲，我们要修行的话处处都可以修的，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是你修行的地方，任何一个时间呢都是你修行的时间，只要你心中啊没有啊那么多的扭曲了的想法或啊看法，没有那么多啊心机、忧虑、恐怖，或者是呢猜忌等等的一些烦恼的心，而是呢正直的、正确的、恰到好处的，一点呢没有勉强、苟且、歪曲，而是呢这一种啊、心态啊
就是叫做智心，其实就是慈悲心，就是智慧心，是一种无我的、无私的心，不为自己考量，不以主观的判断来判断人，不以主观的利害得失了来处理事，不以主观的想法来说话，但是自己还是有头脑，心里边还是有念头，语言上还是有行为，身体上还是要动作，这些都是呢为了对方，为了对象，适应对象，适应对方而做的一些反应。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说自己本身呢是不存在的，就像什么，像镜子一样，镜子里边本身呢原来里边什么影子也没有的，任何人站在镜子面前，镜子就反映出那个人的样子。这个就是叫做执心，就是说我看到的，我听到的，我接触到的，不用自己的自私的立场或自我的这个利害得失的立场，是超越于什么主观的立场，甚至于超越于客观的立场，就是现在应该这么做就这么做，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而不做任何判断，不做任何自我的价值的判断。这种很不容易做到的，相当不容易做到。普通的人只能够说我在客观的给他想一想，客观的我给他想一想，其实已经自己在是由自己的立场来想的，还是相对的。那所以有很多的人呢是自己是医生，自己不敢替自己的孩子看病，自己是医生不敢跟自己的父母治病，为什么？有一种得失心，他就不能够用执心呢用来帮助人。所以执心的意思其实就是平常心，平常心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立场放进去，那你处理出来的事情就是正确的。阿弥陀佛。